这里好像有一点不一样哦，这里不一样啊，啊，成了佛又如何？那道箍一直都在你头上。张开你的口眼，把这就摘下来给你看。孙悟空，汝因大闹天宫，无以甚深法力，压在五行山下，幸天灾满足，归于释教，且习汝隐恶扬善，在途中炼魔降怪有功，全忠全实，加升大执正果，汝为斗战胜佛。那厮触犯了上天，玉帝立此三誓，只等击闲了米尽、高田的面尽、灯寮断锁挺，那方才该下雨嘞。穿过
的光，一去不再还。拥抱过的人，明明忘了，剪也剪不断。去了真情，真假如幻。分了身份，生死难安。成了大道，大地凋零依然。得了千秋功名，千千万生灵涂炭。故事被铺成曲，全是分合聚散，曲唱成歌怕平凡。群生万物本来皆成山，凝住七天梦一般。英雄被写成诗，只剩爱与勇敢，是凝成荒黑神话悟空到这边呢正式的杀青了。那感谢各位老大们呢一路来的支持还有观看。这里快速简单的为各位解释一下这个结局到底代表着什么。第一个就是我们上一个的普通结局呢，最终天命人成为了这个灵石里面的那只猴子，只能够默默的等待呢下一位更有能力的天命人而已，这个结局就这样。而刚刚的正结局呢，杨戬呢在游戏开头的时候呢要杀了悟空之前就问了他一句话，哎呦你一世英名这么的厉害，还帮这个唐僧取到了西经，但
但是你的头上还是戴着那个紧箍啊，你永远都没有办法获得你想要的自由。反之大师爷呢就怼了他一句说，你太看小我了。他就这个时候呢将自己呢化身成为了五个的根器呢，分别洒落在这个游戏里面的其他的怪物的身上。之前的对话中呢也有解释到，那其实根器呢有六个的，但是呢一个呢在他死之后呢就会消失了，消失的根器就叫做意志。过了几百年呢就等待着一个天命人呢能够将所有的这些根器呢集合在一起，从中领悟到呢所有大圣爷呢所体会到的那些佛法啊、经验啊、道行啊、身法等等等等，最终延续到了大圣爷的意志，成为下一位的孙悟空，并且验证了我们打败杨戬之后呢他说的那一番话，大圣爷原来是对的，只要他的意念存在的一天，某年某月某一天呢总会有另外的一个天命人呢能够将他的经典延续，而那一个人就是我们的玩家啦。总结来说呢，这款游戏呢想要传达了一个真正的一个含义，还有这个信息，就是每一位玩家，每一个人，只要你有这个大圣爷的这个意志，只要你不放弃肯努力，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天命人，每一个人都是孙悟空。那好了，我们的视频就先到这里了，你觉得这款游戏如何呢？都欢迎各位呢在影片下方留言，我们一起来讨论呢。那好了，我是老吴，我们下个影片见，拜拜。嗯，要做木耳了嘞。